琥珀，播放音乐。在呢呀。播放音乐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听黄子韬的《十九岁》吧。唱首歌来听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听蒋敦豪的《天亮就飞》吧。琥珀。嗯，练歌吧。我在。练歌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啊，他不叫练歌，他叫什么？练练发声。琥珀，练练发声。就要多注意休息。不是，琥珀洗澡。洗澡时我喜欢听音乐。等一下，琥珀，你来自哪里？嗨，找我吗？你来自哪里？我来自瓦戈世界。瓦戈世界是哪里？你还没有告诉过我哥的位置。就是他有点，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他玩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智能一点点进化的，我觉得他有点答非所问。练发声，琥珀，练练发声。找我吗？发声练习。琥珀发声练习。嗯嗯。琥珀念诗。在呀。念诗。诗词。琥珀你妈逼。琥珀你。是你说。嗯。你大爷。你大爷。阿弥陀佛。不要随便动怒，容易伤肝。废话，我他妈现在很生气。不善言辞的我，总想和帝师你废话连篇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妈，他真的我们把我逼疯了，兄弟们。妈妈有什么用？帅，你给我闭嘴，帅。帅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。你有病。他他妈说我有病。兄弟们，刷起你的电话号码，赶紧。那好呀，赶紧。那我们一起训练吧。我的发声确实还需要多多练习，才能升级呢。你妈，你妈，你妈。好好好，好，赶紧把他带走。那个，刷出电话号码。